牛排。哇，好香啊！用这个红烧料炖的，19.98发10包，颜色就是这个颜色，炖啥都行。熟吗？黄椒牛排。没炖熟，麻辣裙带菜，我今天晚上不知道吃啥，然后就拍了，然后就把这个裙带菜用人会底料煮了一下，然后加点麻酱。这裙带菜品质是真好，饱腹感也特别强，很嫩，没有盐，然后呢就是都是整颗的，没有碎的。哇，好香啊！我自己都拍了10多箱，给我爸妈拍了2箱，然后有朋友让我去买的。它是半干的啊，回去之后有3倍的泡发率。好吃。Thank you.
炒着吃，煮着吃，包饺子，包包子，凉拌，不好吃，做汤可鲜了。这个啥黄蚬子妈妈，个头老大呀，开袋即食的啊。也可以做汤，也可以熬粥，都可以放。很鲜，都是这种大个的。剩下的做裙带菜汤放里面，又来喝这个裙带菜汤。我们家里边停电了，要晚上8点才来。嗯，好喝。真好吃啊，都是整颗的啊，我这个是咬断的。本来今天要直播呢，停电了，没办法。真好喝。
又是手抓饼。我不干，哎呀，我不干是真废呀、啊。流汤了，我不敢是两个口味，有辣的和不辣的。